看它多贵，你看它，太贵了，这狗子。等着我啊，我在这儿录个像。我在这地儿待3天，再换一个地方待2天，在这儿住3天，在另外一个地儿住2天。他这儿的这个环境挺好的，包括他的那个趴车啊，都是就是到了趴车场。把东西拿下来，就是有工作人员帮着咱们趴，趴完以后呢，然后再出发，再用车时候，就是告诉人家，人家会把那车给开出来。但是为什么这样做，我闹不明白。这个生活在这儿还是挺，就是快乐也健康。本身出来旅游就是非常激动啊、兴奋啊，还有一些新的认识、新的发现，和这个所遇到的人接触，